下20%。除了跟主您沟通以外呢，其实我喜欢唱这一首歌，是因为我常常跟朋友介绍说我是山地人，那时候我还是山地人，我还不是原住民啊。结果我的朋友竟然说，那怎么可能呢？你是哪一族啊？我就问你是哪一族，我很骄傲地告诉他说，我是阿美族啊。啊，就说那更不可能啊，阿美族都很帅呀。我才知道，原来我是阿美族的淘汰品。老天好像有意。好了，你们已经知道我是山地人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一定要唱山地歌给你们听了。接下来这个山地歌呢，是我很小的时候看到山地的老人家一些很奇怪的行为，我们就把它变成了一首歌。我先用原住民的原住民语唱一遍，然后再完全翻译成国语唱一遍。
我的朋友们，他们跟的都很好。